现在在大家平安。平安。啊，今日拜后，甲咱三教分享啊，牧师去德国啊，一挂的这个学习啊，甲这个经历，也伫今日在啊，能够继续啊，接受伫咱的这个怎样思考的这个第七的部分。啊，当然伫对伫这个部分，吼，咱知影伫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观啊，伫这个进程的这个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啊，万民皆祭司。啊，这个该祭司啊，不是讲啊的啊，是亲像伫过去吼，这个祭司啊的爱伫这个祭坛的这个面前啊，啊，大家咧排除啊，然后用遐祭啊，一遐精神，也是讲遐祭物啊，然后啊，真对啊，一个仪式啊，伫遐咧服侍哦，这个万民该祭司，也是讲来进入伫主耶稣的这使命的这顶面，就是意思来讲传福音的意思。所以这个万民皆祭司意思也相似，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一个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哦，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所以啊，今仔日也透过啊，伫这第七个部分怎样思考，哦，咱要继续啊来思考，啊，继续来学习，啊，当然要分享伫这部分的这进程，啊，我首先甲咱分享啊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哦，是安尼讲，就是讲有一位十岁吼，一个十岁一个犹太的一个啊，的一个啊查甫囡仔吼，十岁囡仔吼，啊，伊的数学吼真无好，吼，所以伊的爸母吼，来试真济这个方法啊，真济这个方式啊，拢咱讲真啊，迄个真过度，但遐在心都啊安排真济的这个管道，唔嘛会当来帮助伊，所以。啊，为着伊来请这家教，啊，到伫因的厝，啊，然后再透过这方式，啊，唔嘛会当予伊的这个后生，会当啊，伫这数学的顶面，会当得到改善，会当来进步。唔过吼，安怎样试，拢是同款，无法度予伊的数学会当好起来。哦，最后啊，也伫一个朋友的一个介绍，甚至这个朋友也真坚持讲，恁这个最后一步啦，恁着试看卖啦吼。所以就决定哦，这对啊爸母就决定将伊的后生哦来转到哦转学啊，转到到一间这个私立的这个天主教所啊举办的一间学校哦去遐上学。所以啊，然后呢，啊，当伊的后生去到迄间学校，啊，然后第一天回来了后，哇，完全无同。这个查甫囡仔非常严肃，回来厝了后，迄面吼拢真严肃，而且也一个一个真专心的一个表情，哇，直接就进去转去到伊的房间，吼，进去的房间，然后门就关起来，将近要两点钟的时间。哦，啊，这个查甫囡仔，伊就是伫迄个房间内面，真用功，非常用功。伫个册，啊，伫这个册桌啊顶面，啊，甲这涂骹满满拢是有关伫这个数学的这课本，啊，是讲这个作业点点正。哇，过真久，到将近两点钟时间，伊才出来，哦，来食饭。甚至伫食饭，哇，伊也真匆忙，哇，赶紧买买，赶紧食食，然后我赶紧返去伊个房间，门关咧，佮继续来用功来读册，直到即个暗时要睏个即时间。即种个模式一直安尼持续，一直到伊个即学期个即第一遍个考试成绩搬出来了，哇，即个查甫囡仔就将即下着拍开伊个即成绩单，啊，放伫即个餐厅即桌顶个顶面，啊，马上吼着冲入伊个房间，佮继续读册。哎呀，妈妈想讲，哇，那着安尼，讲，啊，着我考完也惊吼，啊，你着成绩单嘛收起来，啊，是考无好呢，还是安怎呢？啊，所以着去门内看，哇，看伊个即成绩单，竟然数学是 A 呢 ，A 是安怎？表示讲袂歹，唔单是袂歹，真好，伊过去拢是无及格，哇，竟然敢考着 A， 哇，即进步真济，哇，所以吼，伊个老婆都大声话，啊，伊个囡仔个老爸啊，囡仔老爸起来看，哇，即张是啥物？哇，老爸嘛看着，哇 ，A 呢？哇，即咱个爸母吼欢喜甲，啊嘛同个支持起来吼，因为以前拢毋捌及格过，哇，着迄个对，迄个两个人着小小吼，迄个终于伊后生个即房间，来讲吼，哇，你讲进步遐济吼，迄个爸爸妈妈总欢喜总欢喜。哦，伊个老爸就甲讲吼，你进步遐济，是因为迄个收入个关系吗？
啊，伊个查甫囡仔就讲，唔是，人遐摇头唔是吼。安尼是因为伊对伊的这家教吗？是特别讲看你成绩较无好，哇，所以就一个对一个啊，来甲你要求，来甲你教吗？哦，啊，这个查，伊个老师嘛讲，唔是啊。哦，啊，你到底是哦，伫遮吼，咱讲，啊，你到底是课本的关系呢？哦。爱对这个外邦的所在
经过这约旦河进入到伫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这是一个真重大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真恶当当的一个代志。不过约书亚来打乱，伊知讲这是一个节日，不过这节日内面，伊会当来享受伫上帝同在，一个上帝的保守，甲上帝这祝福。所以咱也看见，若是伫一间有管理系统的公司，因绝对无愿意来聘请一个无愿意、有责任、无责任感的一个职员来进入伫因的公司内面。检采服务专业，检采有真济的这个经历，过去可能这侪侪企业，也是讲这公司，可能伫这个聘请这个因的职员的时阵，可能拢会看专业也是经历。唔过即摆渐渐，咱看见即摆伫聘请伫遴选或者系职员的时阵，最是看因的应变能力，看因的服侍态度，看因的这忠诚度。他们是阿兄弟俩，因只要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只要有这个顺服的心，哇，安尼这个企业，这个公司绝对是来看中这款的这些人。所以咱也看见，保罗伫这个伫今仔日长老就是咱所读的这《彼得书》第一章第三节，伫遐咱也看见，保罗对传福音特别有一个责任感。又真有这责任感，所以伫这《彼得书》第一章第三节，伫遮话安尼讲，若是教义就显明伊的道理，就是照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所交托我传的。所以是照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所交托我传的。所以伫遮话咱看见，唔单是保罗伊家己有这个愿意的心来听上帝的呼召。重要，伊知影，伊也真清楚，这是上帝的命令，命令伊爱交托伊所传、所做的服侍的一个代志，所以伊就安尼来接嘛。伊知影讲，这是伊的责任，伊也要享受这责任内面，因为有上帝同在，有上帝亲自来改变伊，来调整伊的信仰，予伊有毅力。伫过去，伊用伊个人伫这个世间的这个知识。不过即摆，伊是用对上帝话来话的这个智慧，伊来传福音。所以吼，伊也真清楚，今日我所做的这代志，是一个责任，唔是我的热心，唔是我爱做这代志，实在是因为一个责任托付予我，所以伊也照着这个命令，照着这个责任，伊来做。另外，咱也看见伫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而且也安尼甲咱分享讲，我传福音毋是通外口的事，是不得已那听，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不在的。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报信；就若唔甘心，有责任已经交代我。所以一个责任已经交代我，要做不爱做，当然得看你家己，得看你家己本身。不过我若做，这责任安尼没关系。不过若无做，这责任有关担在你担的这顶面，你要安怎样？代志安尼担的吗？代志大家思考，实在是足担的啦。安尼过去就卖这个担。如果若是讲卖这个担，意思讲就卖有这个使命。不过这个使命是打针对基督徒。如果你若是基督徒，当然你就袂去接受着这个担。如果你若真做一个基督徒，这个担就真做第一的心情。不过当你若去做，你去完成的时阵，你会当依旧发到来渐渐来体会，也享受伫这个来执行这个担的这个过程，你会感受着上帝引导甲上帝这个带领。唔单是家己本身来得到对上帝来祝福，也圣人要因为咱所做、咱所传，也因会当来得到救赎，也因会当来进入主耶稣。另外，咱也伫这个罗马人书第一章的这个十四节到十五节，而且咱也看见伫遮经文也有给咱读，而且讲，无论希利尼人还是凡人，聪明的还是愚公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在地我拢便便
要用福音宣传予恁住伫罗马的人。所以保罗伊到伫罗马的所在，伊要安怎？伊继续用福音要传福音，要传福音，甚至伊也是啊来提醒伊家己本身一个正做一个警醒。保罗啊伫啊。第14章也所讲，无论是这个啊，那个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顽人、愚拙人，加啊那表示包括全部人，包括全部人。恁奇怪，这个人、彼个人，甲有啥物关系？不过对于保罗来讲，伊感觉上帝所给的使命，就表示讲，真正我欠每一个人的这个啊欠债。啊，不过啊，伊也要甲伊来这个金钱来讲，所以到底是欠什么账？就是欠这个福音的债，吼，欠福音的债。所以咱也常常咧思考来讲，哇，过去吼，咱真少呀，咱也真感谢做过去吼，做个遮个宣教师，因对因家己的国家，然后将主的啊这救赎的福音带来到咱的台湾，予咱民主时有这个啊，得到这稳定，会当真做基督徒。不过，咱毋是用安尼感谢安尼念念，咱也煞只爱亲像保罗同款，我爱化作行动，我也真做行动。所以看见伫目前伫台湾有缘也超过90%的人，也未认捌主耶稣，也未真做基督徒，就哪亲像保罗同款啊！我实在是欠因的少，欠因的债，我欠他们欠债，这个债是福音的债，因也未。也未受袂感动，因甚至有个人连听都毋捌来听过，甚至若是听过，拢是一寡错误的一个看法，啊甲想法，所以我应该啊来整理好我家己，甲因三个来分享。这保罗是用着这种的这个心境，知影讲，我欠每一个人的这个的欠债，欠的太多了，所以我赶紧来还，赶紧来还。所以伊这啊有生之年，咱看见。甚至到伫伊即个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互人带到伫即个罗马的即罗马市，然后关伫监狱，伊也无放弃这个机会，佫继续甲即个监狱内面的即个狱卒啊，甲即个内面咧讲伊的人，伊也继续咧用音来传福音，伊无放弃任何这个机会，伊也感觉讲啊，虽然我只咧呾亲像关伫遮，实在是无应该吼关伫遮。我实在是为着福音，为着一个因所看袂见的上帝，为甚物我来吼关伫遮？有个保罗伊无安尼想，伊当想着讲，我实在是欠因欠你的债，因为你未后要袂尽我主耶稣。保罗伊当看见伫这个属灵的这顶面的这欠债，看见伊家己本身的这责任，所以伊感觉我来负责任。所以侍奉上帝绝对唔通来讲吼，不要来推卸责任。任何一个成功的一个领导者，拢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绝对是袂一个啊这德性的人。所以咱来看去啊，常常伫这個、啊闹这证书的这個过程啊，什么人会带来升官？当然，咱是讲用较正面来看，用正面来看，就是安尼身先士卒。哦，甲伊的即个官兵做伙徛伫第一线，而且即个官兵，哦，绝对伊的即个部下回去了，拢一定讲哦，啊，我即个做迄个中官，哦，伊真照顾我，甚至吼，家己拢冲伫头前，所以即款的人，才会慢慢来升，慢慢来升官，来争取搁一个较悬的即个职位，或一个领导者。所以，遮任何成功的领导者，拢是有一个责任感的人。虽然是奉上帝，应该爱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责任感，才会当来为着主来做代志。才会当为着主啊，为了主有所作为，才能为主有所作为。然后一听到一个后生，啊，慢慢，要叫我别人，那安尼话，咱会渐渐，啊，这个责任感会愈来愈欠缺，愈来愈软弱。啊，所以后厝，等咱来听经时阵，好，我来试，我来试看卖。只要未试，还未做之前，我着先甲主讲，主啊，等咱亲像啊，即个圣文你讲话，主啊，我伫遮，我听你的声。主啊，我伫遮，请你找派我，用一个积极的心。所以咱伫即个第二点的即个所在，咱就是要看到讲，积极温存是属乎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所以一个若是积极，阮原来事方其实呾呾，这个已经成功一半，已经成功一半。所以若是消极人，着抓做新代志啊，这个无可能，最后就悲观甲失望行行。所以积极、积极才会有冲劲，才有可能来完成啊，这个工作。所以真侪困难也比较的会较容易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积极态度也加做一个咱讲乐观啊乐观进取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若是相对的来讲，若是消极，有时阵人呐亲像是一个啊咱讲话一个云端的一个上顶，因为未期待有任何的这个成就。所以消极是推动信仰上大的一个阻力，因为在事方的内面，上惊就是心理上先假设、先假设，后尾才是假设，不可能不会成功。一个事工在讨论物件，应该是用一个真期待，因为上帝绝对要祝福咱啊，要甲咱同在，圣神亲自要带领，甚至当咱搁咧敬畏的心，上帝智慧就要进入伫咱内面。不过，当听见讲，我来这个日期，咱要来设定一个时间。当你开始咧想、咧讨论的时阵，就有人讲，这真困难哦。这慢慢，那安尼会听见吼，这个来讲，都叫讲哦，那是积极的是成功的一半。不过吼，但一开始一开始要想定哦，不可能不会成功。安尼吼，电光就是像就是夭折啦。好，夭折，连都还袂经历，哇，这个代志就安尼就失去了。真无彩，无法度去经验，无法度去经历。所以伫家己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内面，咱有心的这个假设，若是当作是一种这个事实的话，会指导予咱唔偏来解决，还是讲来当头对面。面对这个现实，所以伫遮我咧看，似乎上帝其实我就有时阵会有一种温暖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讲通常，那工作愈久，就是服侍愈久，有时阵会愈来愈消极。这愈来愈消极，也会渐渐唔忙在讲我来做啦。拢是一直在做，我咧做，咱别人无咧做，即个咱亲像这个。伊赛亲像伊赛亚同款，我亲像这伊赛亚同款，伊会感觉讲，拢是我咧拼，拼到尾啊，上帝甲讲无啦，毋是单你咧拼，我家己阁有存留七千位，阁继续为着我搁咧努力个人，毋是单看你家己本身，你只要主神伫我心上，主神伫我心上，就亲像约书亚同款，伊只要用上帝来负责任，如果咱用上帝负责任。就会当伫这个服侍这个过程，也会正好，互咱会当对伫咱的这个同工对伫这个你的兄弟姊妹，伫这个整个过程就会看见对上帝来的这个智慧甲这个命来帮助咱，会当来完成任何的这个事工。所以圣经内面，咱也看见有伫无论伫圣经内面，还是伫这个历史的这个人物，咱看见有真多。即积极来思考，或者即人物会当予咱来学习。所以对读者咱也讲，即个耶稣啊，伊是接即个摩西的即后壁即个接续伊的位。所以摩西当伊伫真临终的时阵，伊就真积极来鼓励耶稣啊，你着尽力带领百姓来进入迦南地，来得到上帝所应允的迄个地。所以摩西伊也真鼓励，所以摩西伊本身就是用一个模范，然后伊也用一个鼓励这个态度。伊无甲耶稣啊讲，好啦，若是这百姓若要听吼，恁凊彩因去，你家己进入迦南地。摩西无甲伊安尼讲，是佮鼓励，你着佮邀请，甚至互伊试看卖，你试，你着还袂试，你卖着。就莫讲吼，你袂晓，我紧你来试看卖，上帝要甲你同在，上帝要甲你同在，所以咱也看见，哇，这耶稣啊，伊就勇敢来打起这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进来去。另外，咱也看见伫新约的部分，保罗，咱知影，伊迄个当伊受
来伫要去这大马士的这路上，拄着耶稣了，性命来重新来得到改变，得到改变了，伊就全力来传福音，也伫上帝的这使命这顶面，伊就来来往这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伫伊传福音的过程，当然伊要伊过去的这古这个古性。要有这个伊的脾气啊，所以伫这个过程中说，也甲有几位的这个同工有无好的这个关系，唔可能看见。当伊那何西，伊的这个性命、这个态度愈来愈活，也愈来啊愈诚实啊，所以啊，伫可能伫拄开始的时阵，哇，也甲有同工啊有安尼这个啊这个冲突的所在，唔可能也看见。伊也真认真在传福音，伊也认真在带领一个啊，即个栽培，即个少年的即个担当来起来。所以咱也看见保罗，伊是真人，来引带来带领来栽培即个提摩太，成做伊的即个接班的一个工人。咱也看见即个主耶稣的学生啊，其中一位约翰，约翰到伊年老时阵。伊写过互教会，爱伫上帝听内面，爱同心合一，爱来持守真理，爱来抵挡这异端，抵挡这无照着上帝教示的这话语，恁着爱抵挡，要怎么来抵制，要怎么来面对，当然着爱来修正。你准备你才会牵扯你信用的态度，信用这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嘛，伊到年年老时阵，伊也犹原持守伫上帝真理所以上帝就启示伊来写出这个启示录，予咱伫这后世后代人会当透过启示录也看见咱来坚守伫这个每一个世代，为着主的这个福音，为着真理来努力来拍拼。然后，咱也看见主耶稣所拣选的这学生，这使徒也来引出来带领当时初代教会最个信徒。所以咱看见，当这使徒，伊还未受圣神感动之前，哇，也是一比一较软弱。不过当圣神临到恁的心情的时阵，因就开始积极来侍奉。为着上帝来讲出这个真理的话，伊到因一个为着主来顺德，为着福音来顺德，无一个是好事，每一个拢为着福音来顺德。所以咱也看见，伊若感觉我为着主来拼命，这是一种真勇敢的一件代志。然后咱也看见，到伫这第四日代，这李文斯顿当伊这个化病的时阵，伊也无会记得，也伫伊过去传福音济的这对象内面，伊也当伫这病床的时阵，也继续真努力同遐祈祷。伊毋是伫病床的时阵，伊遐咧怨叹上帝，主啊，我过去为着你做遐济代志，为什么即摆我倒伫这病床顶？为什么我拄着这代志？不是让我讲安详晚年，既然是倒伫这边伫这病床家，不过咱看见伊有受伤的心，伊有感谢的心。虽然我即摆倒伫病床家，我知影这人是托分所做，人到伊前某一个抗战这器官什么拢会退化，这是绝对的，这是人拢爱面对的。所以当我倒伫病床，我无法度四界走动的时阵。我犹原要为着主来做工，这做工就是当卖讲我的嘴，如果我的嘴无法度出声，我的目睭无法度看，不过我的心犹原会当为着世间人，我继续为着因来祈祷，为着因来祈祷，加做一个加工，唔免遇到受着魔鬼撒旦的这引诱甲迷惑以及攻击。所以李文斯顿伊也真努力，等伊伫病床时阵，继续为着这兄弟姊妹来祈祷。然后，咱也看见这个威廉克林，当伊伫这个性命危这个危险的时阵，伊也犹原甲主讲：主，予我会当做工，予我会当做工，做到我最后一口气，嘛是安尼向上帝来祈祷。所以咱看伊这个沉重的落魄，因毋是讲主啊，恳求你予我会当脱离这危险，毋是。因只是想讲，我要安怎为着上帝做较侪工，为着上帝工来救、来拯救搁较侪的这灵魂。另外，咱也看见这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 伊将来怎么停止伊报道的工作？
所以当伊安尼自少年，然后到伫年老时阵，嘛是甲刘师傅同款，当倒伫眠床时阵，伊犹原甲伊边个大家讲，哎，有啥物人，佮需要互伊将伊来带到伫我面前。有啥物人，因个心是陪伴好，因想要来受尊卑，将伊带到伫我面前。然后我来尊卑伊，互伊继续会当来接受即个福音的这个法。还有一旦继续来传福音，咱看见这将会是伊有缘，当伊个有一口气时阵，也来栽培伊的大家。咱也最后一个看，这个、目的伊一生尽心尽力在传福音，尽心尽力在传福音，无为着其他，伊呾想着要安怎来传福音，要安怎样伫伊个伫伊个社当时个社会，在那当代。他怎样要安怎会当为着主来吃做一个福音的一个精兵？所以咱看见，伫遮过去遮侪即个世代的人，也是讲甚至伫咱即个世代，我需要相信，伫咱的教会内面，也有咱的兄弟姊妹，也有缘在学习因的精神。就是讲，当我脚无路行，当我也脚无几力的时阵，我也有缘伫我的厝。在我的房间，我要继续为着世间人，为着兄弟姊妹，为着教会的忠职，为着牧师，我继续为你来接服、来祈祷。这就是真多一个积极温和的事物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所以教会啊，若是这个福音机构，若是有这种这积极温和的事物，安尼时间也绝对会当继续往外面来扩展。予咱下港来感受着上帝，唔单是伫我臃肿的时阵，伫我软弱的时阵，上帝也无放弃我，上帝有缘来使用我，真做伊的工人。所以予咱下港来思考，有时阵吼，咱着过去，咱嘛常常捌听过一句话来讲吼，因缘无代志做就是安那，得掠啥物？掠色宝相加。吼，啊，即摆可能色宝较少啦，啊，就是安那。就开始讲一个清清楚楚的话，好，所以吼，咱互咱卖心念，卖心念，互咱来，若是迄个较无闲的时阵，咱会思考，哇，啥物人啊？我昨去过吼，迄个咱会互相会听到即个分享。我昨去过吼，啊，甲人来讲起吼，主要说哇，迄个恁阿婆遐个遐边仔在讲，吼，对，我昨去过吼，安怎样？咱所听见就是遮个赤面话，就是讲遮个恶话。就是讲，这积极的话，温困的声，看见兄弟姊妹拢共同为着上帝国，为着福音，咱一直在努力，咱做伙在拍拼。吼，所以当然咱看见，这个福音就是福音真做一个生活化，不是抽离的。所以咱是伫生活中来面对伫咱的这社会，搁90%的这百姓，侪也未认捌主耶稣的人。予咱上帝，予咱有真侪机会，阁继续会当来传福音。所以伫顶礼拜，我需要小可分享，就讲伫目前德国咱亲像即个因个信仰是真侪因个国家的一个信仰。所以吼大概60%-70%的即个百姓毋是基督信仰就是基督徒，也是天主教徒。所以因就袂感觉讲一种个迫切的心，我来传福音。我隔壁就是基督徒，啊，我厝边就是天主教徒，啊，这拢是捌上帝啊，这唔免传，所以久了后就袂有迄种积极心，就袂有种感觉，就是讲我爱去传福音，我爱传福音。所以因个这后代愈来愈渐渐来离开上帝，来离开迄个福音，甚至对伫即个圣经个上帝话，哪亲像佮转去到伫迄、那个即、這个宗教改革500年之前。马丁路德在提醒的就讲，圣经不是在乎神职人员赚钱尔，圣经是爱普遍，互兄弟姊妹会当来了解，会当来读。所以你时阵伫500年前，马丁路德伊就是这么努力，就讲吼，要将迄拉丁文的圣经赶紧来甲翻译，成做德文，成做法文，成做其他的其他国家的这古典的这文字的这圣经，赶紧来翻译，让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有这个机会，会当来听见福音，甚至唔单听见，让家己会当每一天家己来读，家己会当默想，家己会当来亲近上帝。
哦，所以伫这里面也互我真感受真啊真深。伫安尼过去啊，即五百年前，当时侪侪遐个啊，咱个啊，咱个啊，咱讲话即宗教改革家、改革家，因安尼十五位啊，诶，即宗教改革家、改革家，因安认真努力，毋忘期待即个圣经，毋是上帝要予牧师尔。这圣经是上帝要予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予咱会当看见，那真就是一个真宝贝的一个物件。所以咱看见，伫这现主时吼，这也真特别咯。那伫每一个专业的顶面，咱来看见讲工具书啦，吼、哦，工具书，这个啊，比如讲吼，这个厨师的工具书，啊是迄、那个啊，什么其他的这工具书，伊拢会写啥物？厨师啊，圣经。哦，下面叫做《厨师圣经》的标题哦，这是最经典，这是最顶级的哦。这是是别的大家会当啊参考上好的一啊一本册啊。所以咱看见世间人都会用安尼加最济啊加最济啊啊尊崇哦的一个圣经的一个观念。所以对于咱基督徒来讲，这圣经上帝话，咱真正爱好好来读些，好好来读些。所以啊，即个。咱的这姊妹中会的会长，因家己嘛讲讲真真见笑，也是讲真欠费。因即摆少年，莫讲少年人，连因的即摆中年吼，大概啊，我即个岁五十岁左右的，嘛真少人逐工同遐咧学圣经。伊讲讲这信仰绝对爱来改变。若无吼，就是讲有愧于当时彼时阵啊，马丁路德因这么努力为着这个福音啊来翻译，真侪其他语文的这圣经。当遐用性命来吃病，伊讲哇，即摆开始咧失落，安尼真无彩。哦，所以咱再重新来拾起即种的即个过去，即种即精神，圣经是上帝哦，每一个人，咱家己爱来读，咱家己爱经历，咱家己爱来领受。哦，所以咱这是第今日所分享第一部分哦，即个文文是属奉应该有嘅态度。今日最后一点就是佛世达的精神是属奉所应该有嘅一个美德。所以咱看，主耶稣伊就是一个完，伊是完全的上帝，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不过伊竟然愿意来佛世达，既然是上帝，伊为什么要来佛世达？上帝，也是讲在伫咱个民间个宗教来讲，伊即上帝是在伫遐神呢，或是要哈爱互人啊，爱来咱来拜呢，互人来拜呢？有啥物即神计块伫即个民间啊来甲人服侍呢？不过主要说伊用伊本身，伊用伊本身真做一个模范，所以伫即个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伫遮也讲。因为人主教不是要找用人，是要给人找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罪。所以咱也感谢主，把咱过去也包括现在，咱罪罪这属干的责任，因就是用家己本身正做一个模范，吼、哦，身先士卒啦吼，家己先来做。所以当咱的属干有责任在做的时阵，咱其他的乡亲们，咱唔通看扁扁，咱就要接受嘞。咱来对内来做，毋是讲啊，着时间无证明在做，安尼有通在做着去啊？毋是，若无咱看见，如果若是呾主耶稣坐话，安尼即个福音早就转去啊。当主耶稣上天的时阵，即、這个福音就是转伫两千多年前啊，无可能阁继续来到伫咱2017年的即个台湾的即个所在。所以咱来看见，即每一个时间，实在是需要每一位咱在座的乡亲们，咱拢做来做。所以拄只无需要讲，即时间毋是讲啊，我袂晓讲道，啊，我袂晓说经，无啦，无一定来做安尼时间。我坐伫教会内面，我若看会着，我着来做。吼、哦，甚至招待看见也无，较无熟悉人，后我着来拍一个招呼。如果我若袂晓，毋知讲免啊，我要做拍招呼，不要紧。有啥物代志，我会当亲手来做，我着做来做。毋通每个采着每一片拢固定起来，共你做了听，做不埋啦。伊啊，蛮辛蛮忝哦，吼。啊，所以吼，咱爱互相扶持，爱互相扶持，好。常常咧做人，也互伊有一个喘一口气时间，互咱啊常常咧互人服侍人，哦，来你坐，我来坐，我来为着你来服侍，你已经做了真济啊，哦，感谢你过去为着我做遐济，今日我来坐，
虽然我毋是中职，虽然我毋是时间无职权，毋过我有缘会甲为着这个部分，我来服侍你，我会甲来为着主来服侍。哦，所以伫今仔这个篇章第马窦福音十章43-44，伊则讲，我讲恁中间毋是安尼，恁中间爱做大个，要做恁个车用；恁中间爱做头个，要做正当个萝卜。咱看起，为什么主耶稣咧讲这句？这时阵，这个时是主耶稣伫要予人掠去，要进入要予定义是见证，大概是安尼就大概一礼拜的这时间内。为什么主耶稣咧讲这句话？就是犹原看见伊的学生甲同遐吵吵闹闹，想要做大，想要做大，因为老师拢掠去，要予人，那是就要予人抬头啊，要予人定死的是见证啊。你搁同遮咧吵这个代志，哦，所以吼，这老师会感觉心吼真悲白，你实在是唔知啥物好歹，你唔知是啥物才是恁的性命内面上重要吗？搁同遐吵吵闹闹，恁的性命真正来改变过，啥物才是重要？你若要亲最头，恁先来服侍。所以主耶稣伊只屈膝落，为着伊的学生来洗脚。甚至吼，会对因的这个学生内面吼做头的是啥物啊？会保留，嘛就是彼得家讲，来，我甲你洗脚，我对你开始来洗，因为你吼，你上老的，吼，闹啥物代志吼，你拢叫做先出一句话，一句嘴，当然你嘛是拢先付出行动。唔过吼，你是意见领袖，所以吼，我先为着你来洗，互你来感受着要吃最头的，你就要先做萝卜，吃最难的找人，先来服侍人。所以主耶稣对安尼2000多年前一直讲到现在，唔可能看见哇，越洗越晒，到位。台人，卖讲台人啊，人济拢一直要吃最头，无愿意来服侍人。所以伫顶礼拜，我需要讲到伫即个波昂的一间大学，波昂大学。我本已经大学是迄个波昂当地即个主教所住的所在，所以马丁路德讲，照着上帝教是讲，哪会使安尼？要请水头爱做萝卜，哪会住遐好个所在？哦，萝卜一大堆，安尼你要怎样来服侍人？所以透过伫即个部分吼，咱看最后所本身，伊家己本身就真做咱学习的对象，伊家己一直用伊的模范，用伊的行动，伫互咱来学习。所以主要是为着先来洗脚，来定格这个服侍人的这个模样。咱也看见啊，这个德瑞莎修女，伊伫到伫印度一生的服侍，嘛是为着这贫困的人啊，一直为着因来服侍。哦，所以伊所做，咱看见，因为唔是为着名声，伊唔是讲为着我会到来得到这个和平奖，伊唔是将来唔嘛安尼去思考。伊当在讲，上帝予伊有迄个使命，当迄个感动，我是就是要来疼遐遐艰苦人。哦，所以也因为伊所做那一切，来直接来予这個美国国会，国会的这议员，予每一人拢是着真感动，甚至也真敬重啊，这个德瑞莎修女。哦，所以咱也看伊因为德瑞莎修女相信也这样做一个真水。而且信仰无关，所以受人服侍其实并无伟大。今日你予人服侍，不是讲我真大，所以你敢服侍，所以这是你的荣耀。不是，今日我来咱予人服侍，予人侍奉，咱予服侍，不是我较高，不是我的地位较高，不是会当服侍比家己较卑微的人，这才是生命，才是更可贵。因为咱愿意屈膝，愿意服侍人，这种心才是愿服上帝，更加感恩的一个心。所以侍奉上帝，有时阵咱需要来放弃家己所应该有的这权利，来领受所托付以及这责任，为着要服别人的性命，会当来得到忠贞，会当来得到利益，甚至在灵的内面会当来坐来结果子。所以服侍人的精神，实在是袂使欠缺。咱看见主耶稣，伊唔单是讲，伊也常是用伊的性命、用时间来做予咱来看。所以，变怎样常常会当来注视上帝心情，咱就逐天来读上帝话，哦，上帝话逐天来提醒咱，我着爱安尼，啊，要再站好，敢若走蛇一样，赶紧倒转来。
啊，兼在长老一群人啦，我伊就我甲等啊，只有上帝话会当日子来引带咱，正做这光顶来引带咱头前路障，也主的话也正做咱的安慰，也正做咱的扶持。兼在有时阵，咱感觉我实在无几力，我做袂到，唔要紧，等咱上帝话依然会当来得到几力，会当得到扶持，也得到帮助。愿上帝加添咱几力，予咱每一人照着主耶稣的这个听的这个话，不是假声啊听，是听话，予咱来得到安慰、得到智慧以及得到平安，咱同心来祈祷。耶稣，我感谢你，我会当真做你所拣选的百姓，也当啊真做啊听过福音的啊你的这个啊你这个弟兄。要在万丈之内，要会规定你的名的。不过，我今日深受感动，知影你家己本身，唔单是讲，你也用你的性命来正做啊，这个模范。所以，伫个世界内，也侪侪啊，这个信徒，这个兄弟姊妹，因就正做我的模范，正做啊，我的学习。主，感谢你，我也相信。伫阮现主持，阮的教会，也有阮的兄姊妹性命，以及因的侍奉、因的态度，也实在是真做阮的学习。所以，阮也要对安尼这学习的过程，唔单是嘴在讲我爱学习，我着真正用实际行动，我来投入，我来参与，哦，我会当来也，唔单是因本身会当来得到祝福，也无一定来透过因，予我来得到祝福。予我家己关心，当我参与的时阵，我会当直接真啊、一个搁真搁我的一个经历，会当来经历主你的性命伫啊伫我的内面，予我会当日日会当来跟随你的脚步，日日甲你来讲话，日日会当真做啦，咱有一个亲密一个关系。感谢你，主你这么疼我，予我啊伫这个世代有时阵要采是阮一个人啊伫一个空间伫某一个时间，不过我无感受到啊，这个孤单甲寂寞，因有主你同在，予我会当用音诗，予我会当用主的话，真做这个对话啊，真做啊这个啊这个啊互相分享的一个感受，也予我诶伫阮约的时阵，有我会当想到正人的些需要。感谢，祈祷，到最后所献出名流，阿门。人若是有影无去行，就是规个无去，只只用分在心。